哎呦，欧卡，你身上的毛怎么回事啊？一撮一撮的。这都什么？掉毛期终于来了。欢迎干将。打一下你。看着毛，看着毛，哎呦喂，舌头上都没有毛，我看你怎么舌头上都是毛？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一款，用的是这一款书包。先躺好。平时呢，这个是非掉毛期用来梳毛的梳子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飞起来的毛多恐怖啊，这个多吓人啊。怎么随便梳这么多毛下来？我们先换一下这个掉毛期专用的梳子，先等一下，感受一下它，以后它梳你了。梳子你想吃？有个按钮，推一下，毛就掉下来了。这款有点消毛的感觉。这个梳子千万不要在非掉毛期用，不然会梳秃的。好爽，好享受。你以为这是棉花糖啊？你以为是棉花糖？不喜欢。倒在你的毛里。